大家好，我是羞羞啊。最近的拳皇格斗界啊也是非常的热啊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马保国被 KO 了，三拳 KO 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何池三拳来 KO 这个霸王，一下打中，哎，哇，牛逼啊！再来看追击第二拳打晕了之后啊，来了一波，这个霸王拳比这个格斗的这个直拳更加的疼啊！啊，又是被打晕。反腰腿直接拿下啊！再来看第二小节，克拉克对这个谁对板吉良啊，一个手波，跳 CD 下低啊，站 B， 拳呢拳呢，气攒够了，爆气了，霸王慌不慌？啊，在那里抖动一下身体哈、啊，有可能要出这个，又来了，又被击倒了，哎呀，好疼啊！起不来了，起不来了，好疼，好疼啊！看看这边霸王也是被打晕了哈，还是可以反抗的啊，要 CD 站 B， 再踢腿，好打一拳啊，再抱一抱，摔一摔，能否反回败局啊，被拿下了，还是打不过，